吃大份的。嗯，不对，这里一定有的。拿我当猪啊？吃这么多啊？这里有惊喜。有惊喜？那我就先把惊喜给吃了。这回有没有惊喜啊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老爸，你确定不吃这份啊？对呀，鸡蛋。我就说你在坑我吧。果然，这个碗里也有蛋。让我看看还有没有。来，又有个。看来今天这波操作赚大了。嗯，咋样，老爸？这酸辣粉好吃吧？哎呀，好吃。好吃，你们选大份的，这一整玩意才一块多。我就吃小份的。姐妹们，我这次买的这个酸辣粉啊，不仅好吃，而且价格特别的划算啊！看看，这么大一箱啊，整整到手10桶，才19.9块啊！合着一桶划下来呀，才1块多。你说你上外面买一桶泡面，不得3-4块钱呀、啊？看这个，我打开给你看看，有一包非油炸的纯红薯粉，这么一大包的醋包，还有一包辣椒油，独立包装的菜包，我最喜欢的美味花生，还有一包粉料包，还有一包秘制的酱料啊！开水冲泡就可以吃了啊！像咱们平时啊，在办公室啊，在宿舍啊，或者说晚上下班晚了不愿意做饭的时候，你就来上这么一桶啊，真的是刚刚好。关键是价格还特别的划算啊！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啦。呀，老爸，吃饱了吧？哎呀，吃饱了。吃饱了，我可要吃了。哎，哇！哎呀，我哪有大猪女儿真来了啊！老头子今天吃大份的，姑娘你就吃小份吧。嗯，对，你又想坑我，拿我当猪啊？吃那么多。老头子，这里有惊喜。有惊喜？那我就先把惊喜给吃了。这会儿有没有惊喜了？帮你还不信，真是没救了。老爸，你确定不吃这份了？哎呀，鸡蛋！我就说你娘俩在坑我吧。啊？哼，果然这个碗里也有蛋。哎，冤枉你吧！看来今天这波操作是赚大的。这个碗肯定有猫腻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果然好吃的在这里。咋的？没鸡蛋你就不吃了？我等你吃完，我好吃惊喜。小样还想糊弄我，真是太低端了。嗯，真香啊，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？咋样，老爸，这火锅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姐妹们，我们这次吃的这个是于心家的自热小火锅啊！你像你在外面买一盒自热火锅，不得20-30啊？他这个我拆开一个给你们看看啊，有一包蔬菜包，一包火锅川粉，这么一大包的脆肚，还有一包火锅底料啊！他这个你吃完之后就直接丢到一边就可以了啊，不用刷锅也不用刷碗，真的特别的方便啊！你做法也简单，不用火不用电，一瓢凉水就可以了啊！而且他这个。现在是给你一盒脆肚的，一盒大片肠的，2盒鸡翅的，还有2盒火腿的，还有一盒鱼丸的，一共到手是7盒啊，只要39.9块，合着一盒划下来呀、啊，才5块多，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啊！你平时啊放在家里啊，放在办公室里啊，可以多囤一点了啊。东西啊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啦。老爸，你吃饱了吗？嗯，吃饱了。哎呀，你吃饱了，我可要吃肉了。哎呀！哎呀，金伟，我也吃。下一个该是我的了。是我的，你玩的。啊！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哇！呀，鸡爪子，别动，这是我爱吃的，让我儿先吃。嗯。哎妈，谢谢妈。咋样？还是我妈对我好吗？那我吃啥呀，儿子，你够吃吗？说实话不太够。这样，儿媳妇你别吃了，都给我儿子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么够了，这么够了。哎呀，还是我妈对我好。婆婆这是怎么了？好吃的都给她儿子了。姐妹们，你们婆婆也这样吗？哎呀，这鸡爪子配面条可太香了。啊，真香。哎呀，嗯，儿子，你快点吃，省着儿媳妇瞧你去啊！哦，懂了。嗯，一天天就知道自己吃，也不说给我吃点，
想吃好吃的还得靠自己啊。想啥呀，我还不吃呢。这鸡爪 QQ 弹弹真不错，吃了一根还想吃一根，好吃的停不下来呀。啊，真香。哎呀，给我来。想那么，果然是我想多了，他才不会好心给我吃呢。哎，吃一根就吃一根吧，一会儿可不能再让他吃到了。有人吃一个得了呗，现在鸡爪多贵呢。哪贵了，现在鸡爪都大降价了。姐妹们，我这次囤的这个鸡爪子真的特别的好吃啊，你们看每个个头啊都很大，看看吃在嘴里啊是 QQ 弹弹的，酸酸辣辣的，还没有腥味啊，而且它这个都是现做现发的。你上外面买，现在买一斤鸡爪子不是39.9一斤，59.9两斤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它真的是大降价了，看看到手两斤装才36.9啊，而且它的固体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%的，真的是加量不加价呀，都不想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。儿子，这回你可吃饱了吧？来，儿媳妇，啊，新出锅的帝王蟹和大烧鸡。帝王蟹，你们吃饱了，你才上来呀？不行，我也要吃。你妈对我，还是妈对我好呗。你吃大份的，吃这小份的。不对，这里一定有大。那我当猪呢，还吃那么多？这里有惊喜。惊喜啊？那我就先把惊喜给吃了。啊，真香。哎呀，你确定不是这个啦？鸡蛋，我就说你坑我们。行一会有你后悔的。哎呦我，你藏多少个呀？果然这个碗里也有蛋，看来今天这波操作赚大发了。来呀，这火鸡面好吃吧？哎，好吃。好吃你不选大份的，这可是白象家的火鸡面。我最爱吃小份的。姐妹们，我们这次吃的这个是白象家的火鸡面啊，它可真的不愧是国货之光啊，这个可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它这个就是辣中带着一丝丝的甜啊，面条啊特别的筋道爽滑。如果说你能吃辣的话啊，我就建议你来这个经典的火鸡拌面啊，它有好几个口味啊，还有咸蛋黄火鸡拌面、小龙虾拌面、臭豆腐火鸡拌面啊，每个口味都好吃，关键是啊，它价格还特别的划算啊，10包才28.9啊，我这一包划下来呀，还不到3块钱。你像你平时啊下班晚了不愿意做饭的时候，你就来上这样一份啊，真的是比泡面还好吃还划算啊，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啦。吃饱了吧？饱。哎呀，饱了我可要吃啦！吃呗。惊喜！哎呦！啊！这是什么啊？大惊喜！